啊，表演特技。哇，你喜欢吊单杠啊？会不会再吊一次？注意你的头哦，不要撞到你哦，不要撞到自己嘴巴哦。吊这个比较好吊了 ，Aaron 啊 ，Aaron 这个好吊，这个好玩。电梯在另外一边，电梯在后面那边。头小心哦。哥哥呢？哥在哪里？哥哥骑脚踏车。踩好。扶好，扶好，然后脚踩稳以后，踩稳，脚踩上来。对对，踩好，换另外一只脚踩到一样的地方。手抓好，抓好，脚再慢慢，对，先抓好，脚再踩上来。对，不是那么高，不是那么高，太高了，这个，对，这个，好，这个。对，好，然后换另外一只脚。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。Aaron， 另外一只脚踩上来，这个脚伸到这边，这样子，好，把自己撑起来。你要先踩，这样子撑起来，对，另外一只脚也踩过来，好，然后脚再踩上来，很好，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再来。对啊，你的手拿出来啊，你干嘛？你干嘛下来？踩上去啊，然后就溜滑梯下来。哎，爬上去，脚撑好。你成功了，溜滑梯，去溜滑梯下来，好不好？你会啊，我就说你会啊。脚伸直，手，脚伸直，手伸直，然后溜下来，好吗？你们看哥哥在那边骑脚踏车 ，Aaron， 哥哥在篮球场那边骑脚踏车，你们看到？你要把帽子丢到哪里 ？Aaron 回来，帽子要放在那个 playground，Aaron 拿回来。